等他过来吃掉火锅，我们就去看。你看这个，帅，很好看，很漂亮哈、哦。做直播吗？我看没有什么不着急，对呀，对他有什么对他，正对他。这道总清楚啊，老人。好，非常清楚啊，老人。哎，可以吗？很可爱哦，是不是？太红了，太红了。再把这里吃秃了。但是他还是有特别爱的嘛，对吧？你给他多加一点。甘蔗。倒吃甘蔗。喂，就跟那个卧龙卧龙基地的那个谭爷爷都谈一样，他味道很大，味道很酸，喝出来了。啊，这边是吗？嗯，嘴巴也会酸，嘴巴也会酸。他吃了好多哎，来吃火锅。哎，吃冰块，还有米面，真的吃冰块。今天走过来的这个，啊，好爽，吃冰块。真的是口渴了，口渴了。啊，那个你还有苹果？四点中间通通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还有苹果。是哦，不知道是苹果还是什么。哦，那他会把它舔完嘞。会，他会给他舔。好爽。我们看照了。哇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么晚。他说：“不是，他在想要在搞什么？等了那么久，要舔那么久，因为冰爽耶，开心了。”头发应该不明显的，就是这个，哈当啊，太哈了。没耐心哎，哎呀，就去吃红萝卜了。屁股，哎，又屁股又过来，他屁股好可爱。好肥的，吃完以后他再舔，再舔屁股。你继续舔，继续舔，我来继续勾引。好可爱啊！他看里边有很多东西。我也舔，真是。